哎，你们说这瑶的技能，哎，要是能改成这样子的话，那内敛削弱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你们看我这个天女散花，不要太好玩，还有理性这个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，就满屏的都是火焰，还有这个全屏的二技能，还有猴哥，这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嘛！你看我分身分几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只要你有技能，你可以一直分身，这才是七十二变的猴子吧？哎呀，这么多猴子，我都不用打，我站在这儿就行了。还有猴哥暴打鲁班七号的，我给你们开个眼啊，给你们看看有多少鲁班，看到没？满屏的小鲁班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们后面全都是，这玩起来真的是太爽了。还有安吉拉这个一二技能，你们看，这是火山爆发了吗？离谱的还在后面，你看这个身上下，这是核弹吗？还是火箭？连风暴龙王都来偷家了，我放几枚导弹也不过分吧？没看错，这个，这就是风暴龙王。你们再看一眼这个召唤针，这个一二技能看起来是不是还挺正常的？你看这个他长，路过的小兵和龙王通通带走。不是王者新出的模式，是残局挑战，就有很多很多想象不到的那种残局啊，比如说英雄变成一条龙啊，凯皇的大招大变身，这个是让我开了眼了。看完的同学有没有人想挑战我的残局啊？